你等会了吗？哎，我问问。拿回来。喂喂。真弄坏了。晚安了，Haki。 你知道我用的马桶多少钱吗？才不到1000块钱。你知道你这个马桶多少钱的吗？你这个马桶啊，我跟你说，将近3万块钱。你还上火了是吗？啊？你咋这么厉害呢？你用了3万块钱的厕所。